到了在这边，因为那当时就是以那个我去拇指外翻开刀，所以有代班甄选会。他需要的机会，我就全部给你。天哪，感动！你这个责任也比较大，没有赚钱，你给我试试看。是综艺大热门，十年之最，怪物新人奖，能够在大热门的这个舞台上拿这一个奖项，那真的叫做不容易，因为难度很高。在这上面精彩的表演那是不计其数，所以我们这个奖，The winner goes to Musa。小天后回来，而且他那个这一大段时间呢，在台湾比较少见到他，对，去了湖南卫视，对，参加那个青年派计划，青年派计划那个是一个最大型的歌唱舞蹈表演比赛，我们有都有看到很多片段啦，其实大家都在为你加油，非常的稳，真的超赞的。但是永远不要忘记大热门是你出道的家，是我的家。为什么会说他出道了在这边？因为那当时就是以那个我去拇指外翻开刀，所以有代班甄选会，是有50个女生，当时叫于娜，30个。竟然在我后面有一个天籁一般的声音在唱 Hebe 的歌，一看。就看到这个小姑娘，那我就跟她讲，能够在我们节目里面表演到让我个人觉得，哎，你真的很棒，有机会，她需要的机会，我就全部给你。天哪，感动哎！大概是幸运哎，台湾呢，大概这3-5年里面呢，投入最大的一个新人了，对，所以你这个责任也比较大，没有赚钱，你给我试试看。压力好大，已经推出专辑了，8月1号哦，新歌。好，新歌来了，介绍一下。现在是先发 EP 2首歌，对，然后年底会再把专辑做完。好好，这个把真性情展现出来。好，台湾的歌唱实力最棒的 Musa 就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所以 Box 新歌叫做有2首，一首叫《棒棒》，一首叫《我的答案》。哦 ，OK，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听听看喽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一下他精彩的回顾，来。大家好，我叫云娜。云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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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娜还是云娜？不要那么强，好不好？对，有上一点嘛。是，所以说你的那个特殊才艺是？是唱跳歌手。我真的会帮你出唱片。哎，当时啊，哥。水折发了，真的。遇水蒸发，真的遇水蒸发，就中了吗？对对对，跳下去就有，继续努力喽，好吧？我会。怪物新人奖 ，Musa， 谢谢哇，好重哦！来，机会命运二选一，选择哪一个？选机会。然后这个是你的，拿在手里。好啊，那个是不要的，不要的。新路一路畅通，一吹熄蜡烛的根叔获得 IG 宣传天授。啊，这个没有阿雅，蛮好的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机会，哇！3次 MV 播放权，这个可以。哎呦，打折3次 MV 啊！谢谢制作，谢谢，好看。来，
我们今天现场就给大家呈现一下新歌来了 ，Musa 的新歌《Boom Boom》。Here I come！ 他说的弹簧像是一把刀撒在你耳旁，幻想的芭比狼，完美的人生像是精致的妆，甜美的包装盒里藏着错愕惊喜 ，So pretty but scary， 亲切的微笑表情，随身记忆无处的一群群羊群，我一一揭晓，陪你到底。Here we go， Here we go， 我们渺小却无惧无畏 ，Better know， Better know， 勇于冒险。无限，你来的，出手的，不是我，谁来勾结？恶魔藏于细节，跟着我进化，风外的都淘汰。Boom boom yeah boom boom yeah boom boom， 华丽出现。Boom boom yeah boom boom， 看 boom boom 炸开的烟雾，保护你的一杯保湿度，越深越的光度。Boom boom yeah boom boom yeah， 有人灵感了你就。真心方案的杂志，有我揭露的事实，本就那的 last， 你的表现如君子，我就像一面镜子，镜子还原的真实，像轻松故事。I'm pretty and pink， 面带表情立意，摆着每个姿态，立场坚决表态，推开期待的，早已身上赤裸。世界跟着我进化，风外的都淘汰。Boom boom yeah boom boom yeah boom boom， 华丽出现。Boom boom yeah boom boom， 看 boom boom 炸开的烟雾，保护你的一百八十度，越深越的光度。Boom boom yeah boom boom yeah， 有人能跟着你去。You are a boom boom